那个单纯的小云已经不见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交际花方艳云小姐，每天出入上流社会的酒会，跟那些所谓的达官贵人们喝酒交际应酬。 你以前的那个小云，已经变成了个庸俗的女人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我理解你。你理解我。 你理解我吗？你不理解我。他们所有人都在说，方小姐，你很漂亮，你很有面子，你很风光，你什么都很好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没有几个人从心里是尊重我的。 没有，他们这么说都是因为冯静瑶在捧我。我有今天都是因为冯静瑶，但又怎么样呢？我还只是一个交际花而已，没有自尊心的一个交际花，一点自尊心都没有。行了，别说了。 我送你回家吧。那不是我的家，那只是冯静瑶送给我的房子而已。那不是我的家，那是我这几年付出的代价。上海滩这么大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家。 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从心里尊重我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孤魂野鬼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是很孤独的，什么都没有。 没什么，怎么端回来了？还不接收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改变主意了。怎么回事？真的没什么。
那个小兔崽子！哎，小姐，倒杯水来。好，我没事，我自己上楼。文强。 别离开我，在上海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别离开我。